噗噗 Kids 精选2到6岁儿童 APP。 炎炎夏日，孩子们都非常喜欢吃冰淇淋，记得可不能吃太多哦。今天噗噗 Kids 给小朋友们推荐一款如何制作冰淇淋的儿童 APP， 熊猫博士冰淇淋车2。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香蕉岛，这是一座海风吹拂的加勒比海滨小岛，现在就来一些冰淇淋消消暑吧。从美味的香草和抹茶，到有些怪怪的香料和奶酪，有各式各样的口味供你选择，再加上一些饼干和糖霜浇头，制作一份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冰淇淋吧。别忘了享用完冰淇淋后来一颗扭蛋扭一扭，里面可是有非常好的礼物呢。制作你自己的风味，一座高高的冰淇淋山，无数种浇透供你选择，看小动物们令人捧腹的表情，真是好开心啊。小朋友们快来跟爸爸妈妈一起做冰淇淋吧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冰淇淋车2。